走过山山水水，乡愁始终在心里。经历过改革开放40年风风雨雨，老家如今什么样？这里是贵州东南部大山里，镇远县抱金村，是侗族、苗族人共同的家。这还挺隆重的呀，这个。村口有仪式。啊。芦笙。哦。这什么意思？可能得喝了酒才能喝出来。天哪！您好。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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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谢谢，谢谢。这是，哦哦哦哦。度数不低呀。咱们俩一进村先喝醉了。这一直要喝下去吗？啊？可以了吗？我可以进村了吗？三杯，再喝一回，再喝一口。好。嗯，谢谢。欢迎。谢谢。那怎么样？还挺辣的。蜜蜂。因为酒有点甜，所以蜜蜂来了。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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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能再。蓝门的牛角酒是热情的侗族人迎接远方来客最隆重的礼节。抱金村917户人家，侗族人占了98%。还挺好的，这酒挺好喝的。我觉得我的嗓子已经好了，甜丝丝的。对对对。这什么酿的酒啊？什么米酒？米酒吗？对，米酒。自己家里酿的。啊。你能喝吗？这个酒？不会。你不会喝呀？你不能喝，你让我喝。您是贵宾嘛。抱金村是黔东南最大的北侗侗寨，有300多年的历史。虽然距离镇远县城只有39公里，但因为山高路险，相对闭塞。所以至今保留着完整的侗族习俗。这不，才进寨门，侗家米酒已经成功地牵住了我们的鼻子。这么多米饭大概能做出多少酒来呀？大概我们一般呢煮的这一缸酒，一缸酒呢是煮30斤大米。它烤制出来的时候呢，大概有24斤左右。30斤大米做出一缸酒来，就是一缸酒有20多斤，是吧？20多斤左右。烤这缸酒呢，就撒这2包，2包都要进去啊，翻这么多酒曲啊？对。是那样办，这样翻着，这样翻着的，不要揉，等下它就不揉是吧？不揉，只拌不揉。这样翻过来，我还以为揉进去好呢。你多少的量？一般呢半斤。你喝半斤？一般呢。哎，刚才门口一小伙子，我又问他你能喝多少，他说的1-2斤吧。1-2斤油要，你要像龙哥嘛，像龙哥一般呢是1斤。教我们烤酒的师傅名叫刘金宝，金宝爱喝酒，喝完酒就唱歌，他的歌声还能骗酒喝。刚进那厂的时候呢，我身无分文嘛，身无分文了，我想喝瓶啤酒，都没有。后来我刚好上夜班的时候呢。有几位女孩子是湖南的，我们在上夜班在聊天的时候呢，听说你们贵州的那个山歌很好听啊，哎，唱首歌给我听，好啊。那我唱来的时候呢，你们三位啊，都一位买瓶啤酒给我喝的可以啊，就是这样的。后来我就把一首我们中国的民歌骗他下嘛，就是民歌的那个。唱啥了？唱一遍。桂花生在桂树呀。桂花要等桂客来耶，桂花要等桂客到，桂客到了花才开哟，
耶，贵客到了花才开哟。通过我唱这首歌之后呢，我就赢了三瓶啤酒。果然买了吧？我就说如果我要在，我也买酒去了。是是。你这摆一个扁担是什么意思啊？哎，这扁担就是我们本地方风俗，辟邪的。辟邪的呀。好酒的那一天呢，必须把扁担拦到门里面。你是怕鬼偷喝了你的酒，还是怕鬼给你捣乱？捣乱。怕捣乱是吧？对。那捣乱这杆酒呢，就烤不出来。哦。啊，就烤不好，烤不出来，没有酒。摆一个扁担是辟邪的。我看见你那个屋檐下还挂了一个马蜂窝。马蜂窝也是辟邪的。也是辟邪挡鬼的。哎，马蜂窝很凶啊。啊，所以呢，我觉得这鬼真可怜，又要被马蜂蛰，又要被便当打，这口酒要偷喝一口酒还不容易呢。哎，你这还在祖宗牌位底下坐，是不是也是这个意思？得有祖宗保佑什么的。有啊，是吧？哎，有的。啊，天地君亲师。对。嗯。祖德流芳，祖宗保佑啊，保佑我们酿出好酒。好，谢谢，谢谢。抱金人爱酒，烤酒也很讲究。不过刘金宝说，抱金家家户户都能烤酒，却是在推广了杂交水稻之后开始的。感谢政府呢，带来那个我们杂交水稻嘛。我的记得那个人，那个我们县里面来一个的张主任。张主任。啊，张主任。张主任的时候，他带动了杂交水稻在排秧嘛。哦。啊。在那个上盘那个一口一口来这样排到盘子里面，啊，然后呢从盘子里面一口一口的插到个田头，这跟你们传统种水稻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当时我们种水稻的传统的说，每一年收入来的时候，你必须要留一条那个谷子啊，来注种的。那一条的谷子注种呢，撒到田头的时候都不够栽秧的，啊，现在两斤，啊，张主任带过来的时候两斤三斤种了大片，啊。当年的时候没有几家人，只有四户啊，我记得好像只有四户，啊，能够跟他那个原则上啊栽种，到秋收的时候，产量呢基本上相当于一半，啊，他比你们高一倍，对，高一倍，产量基本上一倍，第二年开始，第二年有40%的人搞这个杂交水稻，啊，基本上到第二年到第三年的时候，基本上就100%了，啊，没饿肚子了。那还有鱼那个我们大米啊，那集市上卖，烤酒啊，收入翻倍，大家饭吃饱了，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对呀、20世纪80年代初，镇远县的科技扶贫队为抱金带来了杂交水稻技术。1986年，抱金村的年人均口粮从114公斤增加到254.5公斤。粮食总量比收成最好的1984年翻了一番。为了纪念这一历史性的突破，抱金村立下了科技扶贫纪念碑，感谢政府的扶贫技术。自此，抱金人极度贫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我读书的时候啊，曾经也是个非常爱好那个演艺嘛。到金宝区的时候呢，去演出，我老爸呢就在我们的那个生产公司。啊，出了4块钱的时候，帮我买一双那个胶鞋。那双胶鞋的时候呢，根本不合我穿那个码数啊，已经长了这么过头。但是跟合码数的时候已经没有啊，所以呢，只能够买下来。啊，在我到金宝区演节目的时候，我们就跟着来那个胶鞋啊，都捐过来的，因为太长了。小时候连鞋都穿不上啊。都穿不上的。啊，胶鞋都穿不上的。啊。柴火呢，相当讲究的。柴火呢，还要桐油树或者松树。啊。这两种柴呢，它是很趴的。啊。啊，那个火力啊，就是火力软，那个温度没那么高，没那么猛。如果烧煤的那个炉子行吗？不行。不行。必须得用烧柴火的。那很快就糊了。第二锅凉水哈，哎，第二锅的水，就是你底下加的热，跟上边的凉，这个形成作用了，里边就会有形成一层，就像露水珠似的这个东西，对吧？露水珠，啊，
那个就是酒。嗯，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参与自己烤出来的酒。嗯，不管它什么味儿，我都觉得好喝。这个在桥河，在前面的还有后面的。嗯，这个酒确实是，它不是很辣，也不是很甜。啊，这是前面好的。这个已经调和好的。好。嗯，比刚才喝的那个刚出来的那个甜，也比那个辣，也比那个劲儿大，比那个酒味重，啊，挺香的。如果想喝烈酒，嗯，起码要前面至少都要出来到6斤到8斤之后，啊，那个中间就是烈酒。你们每天就这样走这条路吗？走这里，上农活是这样子的。这里，进我们的水道的要，下潜要穿到鞋子，因为那里有的水很深的，因为打湿裤子。哇，这个，这说实话，这是我最抗拒的一个环节。嗯，我因为我特别害怕小虫子。你扶我下来。我自己来吧。那水下没有蛇吧？有麻烦。什么东西啊？麻烦，不怕的。蚂蟥啊，嗯，不怕的。你穿这个鞋子，它麻烦不吃你的。天哪！嗯，我真的特别害怕。还有一些，还有一点小虫子啊什么之类的。嗯，我穿不进去的话就穿这个鞋子没事的，我就可以不用下去了。那个麻烦一吃会出血的。我好像上学学过那个东西，嗯，挺可怕的，是吧？是啊，没问题吧？没事的，没事的，可以了。好，这是对我的。惩罚吗？我会崩溃的。我特别怕虫子。我们有工具吗？雨这么大，我们还能干活吗？没事没事，一点雨不怕的。这薅秧，这里薅秧下，你就先刨下，就这样刨下，你直接刨吗？啊，没事的，你刨下。呀，没事，啊，这都不会咬人的。鱼多就有，这个还可以吧？做水。这是我第一次除草的收获。哇，你看这个蜘蛛。没事，那有毒吗？有啊，你把它刨掉都没事了。是有毒的，没事的。如果你一动它一下，它就跑了。啊！不要动！哎，它自己被跑了，没事的。你看它这里，哎呀，它就被跑了呢。啊，它跑到哪去了？这个没事的。不要，我要出去。还大哥，我们在外面聊一会儿吧。啊。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桐木，没有多少农村生活经验。他对农民，尤其是山区农民的辛苦程度知之甚少，而且我觉得我今天特别惨的是还下着雨，但这个对于你们来说可能也觉得很平常。下雨我们住农活还很方便。为什么方便呢？他下雨你他催人吗？你不搞快的，你淋雨了。那这个除草算是种植当中最难的部分吗？嗯，最累的部分。也不是很累的，这个很简单。做是很简单的，只是呢，嗯，最累的是打谷子，收割，收谷子之后，那时候呢，哎，收割不就是拿剪子把它这样剪掉？不是，你要是裹这里，搁下边，所以水稻田里是没有联合收割机这个事儿吗？没有，不是，我们的水田都没有。如果是干田的话，会有收割机，哦，但是我们这里也偏僻一点嘛，这个田也小一点，嗯，收割机来的就不划算嘛。对，所以我们只有人工，全靠人工，嗯。有饭就会有酒，有酒就会唱歌。天性乐观的包京人从不抱怨他们生活的这片土地。他们在高山上开荒，种植花生、玉米、西瓜等经济作物，作为收入的补充。周大哥，我们还有多远呀？很快了，很快了。从那儿到这儿，我们走了这么远，你一直都在说很快了。对我们农民来说，就是这个，就是说很近的了。现在他这个路通了的话，他就我们经常是开着摩托车。嗯，就可以直接到这里的话，就走一下路的话，几分钟的路。开着摩托车到那条路。对，像以前的话，走路可能要一个多小时。太不容易了。嗯，就这样爬过去。对。哎呀，我的天哪！你让我把这个拿开。
这里面还挺湿的，在哪儿啊？哇，这好辣腿啊！我的内心是拒绝。啊，这就是发生器。这大概是多大面积啊？这里一亩左右吧。一亩地啊！最后丰收的时候能产多少呢？可能400来斤。我们可以采吗？可以采，可以采，没事的。不会受伤吗？这个没事的，这个是主要是草啊。啊，这是发生了。哦，来来来，我们直接吃的，很甜的。很嫩是不是？啊，这个嫩的，很甜的。成熟的话很好吃的。像我们以前经常来坡上的话，就是你自己尝一下。嗯。走过山山水水，乡愁始终在心里。经历过改革开放40年风风雨雨，老家如今什么样？这里是贵州东南部大山里，镇远县抱金村。在很多民族地区，老百姓只在年节或大型聚会时才会着民族服装，但在抱金，人们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大都穿着本民族的传统服装。勤劳的抱金女人有70%的时间都用在纺线织布做衣服上。那个蓝线是你自己纺的线，自己染的是吧？对呀，纺的时候是白色，然后我们就把它染成这种蓝色，因为它是蓝色的话才能看到那个花纹。你拿这个光光光砸这几下是什么意思？要把它打平，压平。如果没有这个打的话，它那个花纹就上不来，就不好看。我都难以想象这么多根线，乱七八糟的用几根竹子顶了几下，为什么就能变成完全不同的花纹？对呀，哎，你还挺踏实，我们这儿轰轰响，你睡着了。据传，在数百年以前，抱金村不知因为什么原因与附近村寨交恶，自此不设集市，抱金也成为黔东南唯一一个不赶集的地方。村民们除粮食自给自足外，身上穿的衣服也全部自产。你多大学的这个活啊？我16岁就学了。16岁就学了？只要那个手够长，拿着那几条竹子，那个板就行。你们这女孩子都必须得会这个？都会啊，每个人都会。一天能织出多少来呀？一天能织出最多两尺。两尺还要一大早就起来织，直到下午5-6点钟才织到两尺。手拿着这里，拿这个竹子。然后脚一拉，对，用力拉，然后再放下去，对，然后再拿另一个梭子来，然后用这个压平。对。学得很快嘛。你最关键的是这边的花纹，其实这个我是不会的。这真不是个容易干的活呢，非常复杂。布织成后，第二步就是染。哎，大姐，您这是在忙活什么呢？我在染布。哦，这什么东西啊？这个是板蓝根染料，感冒药那板蓝根，用这板蓝根染布嘞就不上火，把这染料放好了就放一点酒。这是酒啊？这个酒呢，这也是消毒的。消毒。对人也好。那把那根放完了，你放酒就把它搅下，把它搅好了。来，我试试，我试试、这个。你试吧。我怎么觉得我搅完之后的颜色没有你搅的好看？这为什么呀？这全都要泡进去吗？全要泡进去。我看这有两种颜色，一种是像我这种颜色，对吧？还有一种这种颜色。
因为这种颜色呢，我就是，染了两遍，才还没有染黑。像那种颜色呢，就染了五遍了。哦，所以是染就染的这个遍数越多。它其实越接近我这个颜色。就是最好就是这个颜色你染多了。它就又亮又光滑，就变成这颜色，我们才能做好衣服来穿。哦，染了七八遍了，可以做成品了。就像你那件衣服，还有像我这件衣服，都可以穿了。但是每一道都要洗哦，像这样一染好了，又要洗干净，擦了来晒。染好的布做成衣服，不论是节日的盛装，还是日常劳作的衣服，侗家女人都会绣上花。刺绣几乎是抱金女人人人皆会的技艺。今年53岁的龙金玉就是远近闻名的绣娘。你当时是被招聘去当工人，就是因为他们看中了你刺绣的手艺啊？也是。你那时候会绣什么呀？反正能绣的我都会绣。跑到镇远去绣花去了。镇远后面贵阳有个厂，又到镇远来参观。你是越走越远了啊！从镇远又到了贵阳啊！从贵阳后来又去了哪？然后又去珠海。去了珠海。在镇远的时候，一个月挣50-60是吗？到了贵阳，一个月挣多少了？贵阳就可以挣到100多。到了珠海，一个月挣多少？300多。刺绣需要有一定的基础，我们的体验只能从最简单的绣花边开始。我看你用线是缝边儿，这个花上缝吗？缝，也缝啊，全部缝。你看像这样，那全缝了。哎呦天哪，这个太费工了，太密了。那很密的，你看密密麻麻，一针接一针的。哎呦，这个活儿真厉害。看起来简单，做着不简单。可非常不简单。有的你要缝得好，要把那个针线要留在上面才好看。针线留在上面。线。你这一排排排的好看的、我看你那上面就绣出一排一排特别细的那个角来了。对啊，我就担心那很耐，还有耐心的，没耐心就做不好。对啊，我就缝不了那么细似的。得用这养家糊口呢。想想当年你用这个养家糊口的时候，我正上高中呢。那时候上高中了，打算考大学，那时候81年哈，八一年我上高一，对了，我就没上学，就早出去打工，对，在家里就根本没地方去找钱了，就是啊，1978年，中国共产党11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决定，1980年，深圳、珠海、厦门、汕头4个沿海城市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当时不满20岁的龙金玉成为了珠海特区的第一代打工妹。我们是坐火车去，坐慢车呀、坐的觉得坐肿了。坐肿了啊，肿了，那么远去1天1夜吧，好像不止哦。转了又转，转了又转，转了几遍才到珠海。出去了那就想家里都没无法打电话，没电话打，不会写信，写一封信要2-3个月。你一年能寄回家多少钱啊？那时候我们几姐妹一次就寄了4000多，那这个整个寨子都知道，就说他们出去赚大钱了，就一次寄多少多少钱回来，这样都很羡慕。教我们烤酒的师傅刘金宝的姐姐也是第一批出去打工的人，他对姐姐第一次挣钱回家的场景记忆犹新。他带回来700块钱。700块？700块的时候呢，而且那时候呢还有10几块，有20块吧，好像都是港币的。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他挣到港币了。700块钱已经感觉我们到现在可以说是7万。我就想知道，在当时那是1980几年呀，咱们这么偏远的一个少数民族山寨，忽然有个姑娘回来，拿出700块钱人民币，还另外拿出了一些港币。对呀、这个在咱们村里那是不得了的事情呢。不得了的事情呢。虽然我们的家就受到我姐姐的影响，说你家出人才了啊，但是文化不高啊，
啊，但是他走出外面，他粪球过名堂出来了，嗯，啊，都是这样的。那七百块钱能给家里做点什么呀？做什么用了？七百块钱，他留200块钱返过去啊，嗯，我们两个的车费返过去之后呢，500块钱到我们的家呢，就等于现在的50000块钱，我们的家，啊，就什么东西都可以了，嗯，啊，都可以买到了，嗯，至少都比别人呢，人家强了很多。当时你们回来的时候，村里看见你们几个女孩子，大家怎么说呀？羡慕你们吗？就很羡慕啦、啊。一回家就到亲戚家吃饭啦、啊，这样子啦、啊。一去了就送我们这样子，现在搞得很好。嗯，以前女孩子在家里没有那么重要吧？亲戚都去请，又接又送的。啊，对呀、啊。就是因为你们出去打工，见了大世面了。所以回来以后特别受人尊敬啊，对啊，是吧？对，嗯，后来你又把村里的别的女孩带走了，哎，后面我厂里面需要嘛，又来介绍他们去，嗯。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些外出的女孩子先后带着一批又一批的报警女孩走出大山，接触外面的世界，慢慢的，这里的女人们地位不一样了。现在一般都是男的出去打工，然后女的在家留守媳妇儿、留守儿童。你们家怎么反过来了？我们家当时没办法，因为，我老婆她做件绣花这个行业嘛，工资待遇要比我做的那一行要高一点，嗯，所以她就出去了，所以我就带了一下，带了2年的小孩。有手艺就是好，有专业就是好。对呀、啊。嗯，比较好找工作，薪水也稍好一点啊。男人们不甘落后，一个带一个的也外出打工了。有意思的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也进的是刺绣厂，只不过他们不做手绣，而是用电脑绣花。选择花样，先输入这个，嗯，磁盘花样输入内存。对。做一个，然后点确定。嗯，现在就可以开机。可以了，那咱们开机。在这里，开机在这里。啊，在这里，也试一下吧。往这边开，可以。啊。那怎么分辨哪个是手绣，哪个是机绣？因为我看不出来。这个手绣的话，它要绣得好一点、嗯，然后它里面的话没有那个底线，要乱一点。啊、嗯。如果是这个机绣的话，它要整齐一点。嗯。然后它没有那么乱。嗯，主要是看背面。机绣的背面。整齐，手绣的背面的针脚是乱的，是吧？对，嗯。然后它这个手绣的，它正面跟背面都是一样的颜色。哦哦，哎，这是一个特点啊、哦，真的是。你看它这个就有白色嘛。嗯。哦，果然是。注意看。嗯，对，它的面上的线跟里线不是一个色儿。嗯。在人多地少的情况下，村里外出打工人数逐年递增。2017年，报警外出务工人员达1030人，占到劳动力人口的70%以上。打工带来的收益占报警村年收入的80%以上。走过山山水水，乡愁始终在心里。经历过改革开放40年风风雨雨，老家如今什么样？这里是贵州东南部大山里，镇远县报经村。外出务工给大山里的报经带来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新鲜面孔。广东女孩张玉霞就是嫁进来的小媳妇。我们一到这儿就听说有广东的女大学生嫁到这个侗族的山寨里做媳妇儿，就挺好奇的，想要见到您。但是见到的时候发现，已经看不出来
广东女大学生的样子了，完全像一个东家的媳妇儿了。哎，我已经嫁过来有好几年了嘛，然后到这边生活也蛮习惯的，所以为了适应这个环境嘛，我自己也努力的使自己融入到这里，所以我故意去学这边的语言呀，和这边的娃娃仔一起交往呀，所以人家很多人看出来说你变成一个东家媳妇，还比本地的东家媳妇还要地道了。张玉霞是茂名人，大学时代勤工俭学时认识了在刺绣厂当领班的东家小伙子周慕言。我喜欢他也是觉得他跟别人不同，很努力那种，就是说一放假了然后自己出去找一些临时工作啊，然后就给家里面分担一些读书的费用。张玉霞是个大学生，周慕言却只有初中文化，父母希望张玉霞留在经济发达的沿海城市，周慕言的家却在贵州农村，所以这门亲事从一开始就不被张家接受。啊，当初我爸妈也会这样子想，说你去了那么远，他们那里又总是吃辣椒的，又少数民族，又说好像他们感觉贵州这是一个很山的地方啊。然后呢，这些少数民族的男人啊，特别的野蛮啊，怎么样啊？你父母是那么说的？他们以前在农村的时候也是就是说，他爸很就是很想办法也要搬到城市去住，是不是啊？也就是说，突然之间呢，女儿又来到农村来了。他去我家的时候，跟我妈曾经说过一句话，我挺感动的，说，虽然我现在家里面条件差，但是我娶你女儿也不是为她让她回家种稻、种田的。如果是让他种田，我也不可能敢娶他的，你那样子讲。2011年，被爱情激荡的张玉霞不顾家人的反对，第一次到报京就直接跟周慕言举行了婚礼。你胆儿也够大的，你居然都不跟着跑到婆家来看看，未来你生活的地方啊，适应不适应，过得下去过不下去，了解一下情况，你都不看你就决定嫁了。嗯，嘿。年轻嘛，都有冲动的，冲动都是魔鬼。那你刚到这儿，你看到的情景是什么样？看到的人是什么样？你觉得你喜欢吗？愿意待在这儿吗？因为我曾经幻想过，最糟糕的情况就是，还是点着煤油灯，然后还是没水吃，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房子嘛，就像人家陕西那种窑洞里面那种。当时回来到这儿不住窑洞，这儿住木头吊脚楼。哦，所以我回来到这里，看到这一切，我觉得稍微比我想象中要好一点点，还不至于说就那么糟糕吧。他妈还有他姐姐那时候已经给我准备好那衣服了，扮成这边的东家新娘吧。你觉得有意思吗？那个婚礼你喜欢吗？我觉得特别不一样，吃油茶啦，然后就拜神啦，要像他们说的祭庙啦这种，然后男人就帮忙做菜，杀猪呀杀牛啊煮啊这些，下午的时候客人来了，然后就安排客人就坐，我们就去敬酒。那天敬酒的时候他才敬了一点他就醉着到了。新娘子喝醉了啊？醉了要醉一点了，一醉要醉要醉快，所以我们就不让他喝了。因为我们这个东家的这个米酒呢，他也不是说大口喝，只是说就碰一下嘴巴这样。一个人，因为你毕竟还有那么多亲戚，一个人敬一点，一个人敬一点点，这样。我已经领教你们董家的米酒了，他前边喝的甜丝丝，让你觉得没什么，其实他后劲儿很大，他40多度呢。转眼，张玉霞到报京已经6年了。前些日子，她刚生下一对双胞胎女孩，加上第一胎生的男孩，她已经儿女双全。另外，除了经营一家小超市外，张玉霞还在乡上幼儿园当上了老师，她在大学里学的正是学前教育。虽然不是特别富裕，但是其乐融融。我觉得我老公还是做得比较好的，他蛮会照顾家庭，照顾我们还有小孩子啊，这些都他挺用心的。刚来的时候，因为我不怎么吃辣嘛，然后他们这边他们做饭都喜欢做菜呀，都喜欢放辣椒嘛，都是红彤彤的油的这样子的。这人吃饭不放辣椒是不会做菜的。对。不会做菜，然后后来我回来了，跟他们吃饭，我老公嘛就自己做一个蘸水，从来不把辣椒放在菜里面炒了。今年我妈妈还有我亲弟弟他们也来了，都喜欢这儿吗？喜欢，觉得这里的地方人太好了，但民风太淳朴了，所以一点都不后悔嫁到这儿来是吧？
不后悔。杂交水稻技术解决了侗寨抱茎的温饱问题，外出务工给抱茎带来了更多的收入。有钱挣的地方没有家，有家的地方挣不了钱。过分依赖打工经济也让300年的老寨抱茎受到冲击。200多户人家家没有了，296户嘛，就是300户嘛，差4家。一场波澜壮阔的巨变正在悄无声息地发生。